我们今天要去 Palo Alto 的 Water Causeway 泡汤。最近加州都在下雨，天气很凉，这时候正适合去泡个温泉。Hello， 我们到了，我们要先去吃个饭，然后再过去泡汤。我们预约是下午2点。OK， 待会见。我没有怎么在加州撑过伞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台湾餐厅，那我男朋友在点菜，看一下什么吃的。猪血、猪肠和豆腐果，还有汤底的虾米。然后这边是鸡排饭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我们到了这downtown，现在要去加个油。没有进水吗？好像进水啊。这个店都里面进水了，全部。然后我们还有看到一些，店，它是用沙袋装在那里。Oh my god！ 现在在水那里走，像我们开的是 SUV， 感觉在过河一样。水那么近，超怕怕的。好 ，Let's go。那我们怎么过啊？你的鞋子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你撑伞，我拿吧。你跳？跳河 ？No！ 你为什么 leave me alone？ Are you kidding me？我的相机不能淋到雨啊！我的宝贝相机，我还在录。I know。Can you 罩住我？哎，我们那一带呢？什么？然后没有拿啊！要回去一遍。好，我们现在。撑着伞走去这个地方。有一些竹子，这附近呢，就是这里 ，Water Causeway。OK。水进去。湿了，我湿了。水进去。OK。嗯，有个圣诞树，还有很多星星。嗯，我们预约了这里。好，他们的哦，不好意思。Christmas tree， 真好可爱耶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多金牛。有一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差不多是这个，然后这样的，Okay, let's take a run, take a look. Okay,
OK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可以放东西，或者你累就可以 ，I mean， 可以在这里脱衣服，在那里脱衣服是什么？可以，你累的话，你可以躺一下来 take a nap。对呀。在这里偷个水，没有要带手机。然后刚刚进来那个带我们进来的前台有教我们，这里是可以放 music 的这些 button。来，这里是放 music 吗？对，然后这是灯。有一个小小的桑拿房间。哦，哇 ，so hot， 好热哦，里面是干蒸，哇，有点热，就可以泡一下再蒸一下。来，就是那边 ，OK， 我们要脱衣服。他不是说要给毛巾吗？哦呀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要给啊，对，在这里有两个毛巾，他有送啊、他有。一个房间有配两个毛巾，我已经换完衣服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下水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下水，我男朋友已经下来了。OK， 这应该是一个冷水池 ，and then 这边是有多烫啊？烫吗 ？OK， 行。OK， 有点怕怕，有多深啊？很浅，它这里有给你踩，啊，你屁股有点坐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下来喽。哇，那底下是有按摩的 ，Great！ 哇哇哇，它是水疗按摩。对。那我应该跟我爸爸妈妈来一次，但是这又不是很贵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哇，有点烫，烫到我的腰。快就习惯了。是吗？可以习惯。对，我要站起来一下。站起来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泳池还是够宽，然后坐三四个人应该没有问题。它一个房间可以几个人进？有的是三个人。OK， 这个房间是只准两个人吗？啊、我应该跟爸爸妈妈来一次，这里感觉很舒服，然后，哇 ，perfect， 很久没有在美国泡过汤了。我在中国，我们家乡会有那个温泉水可以泡汤 ，perfect， 不过还是有闻到很蛮大味道的。漂白剂的味道，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55块一个小时，来。55块一个人。1 hour， 所以两个人要100块。哇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房间是要110块。110。130。那我们一百一十，对，110。这位先生已经在 enjoy 了。嗨。不错，很舒服，很温暖，很温暖。觉得这边的比较 warm。enjoy 了。要试一下冷水池吗？你试那个冷水池有多久？这个冷水池就非常小。哎，它没有很冷呢、欸。它的水池坏掉，所以平常是很冰。OK。但是这就它现在没有很冰，它坏掉了。OK。他说他的冷水池坏掉了，所以就是普通在常温水吧，比较不会冷，但是
就暖暖的这样子吧。嗯，这个可以不用泡，这个这个是一个摆设。That's so bad. 那你空气那边，那边看得到？空气啊，我坐这里看。你先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先空气。难吃啊！不要浪费那个钱在那边好不好？OK。在这边。OK。有没有那种没有限时间的？一个小时就已经够了，我现在泡大概有五分钟，已经有点热到受不了了。有没有觉得皮肤嫩滑了？后个腹。我的。你们看得到我吗？但腿这么近啊。真的，你皮肤很红。Yeah, 我的皮肤很敏感。冬天想要在家里打火锅，我们现在要去99超市买一点菜。